穿上专属围裙，象征2024年台湾设计展即将在台南登场。场馆除了美术馆二馆，还有重新整修完工的百年活古迹西市场，因此从一开始的饮品就令人惊艳。是用方红米去做。后壁区产的稻米变成特调饮料，在地美食牛肉汤也能跟鸡尾酒共舞。另外，穿的部分，丝木鱼鳞的纱，仿的纱，包括丝木鱼鳞、牡蛎壳以及在地植物，不但能从纤维变成布料，还能跟设计师合作，变成一件件的服饰穿在身上。我们把高粱的这个图腾，其实用香蕉叶做成时装，有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的地方，新旧互相辉映，点出了我们这次设计展的主题：吃跟穿，吃好穿好在台南，要来台湾设计展。台湾设计展第五次在台南登场，适逢台南四百活动，特地把主题锁定在吃跟穿，将把在地食材融入创意，也让人看到台南的过去与未来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